抽出了第六輪的五位發言人士，是尹鳳常女士、鍾富圖女士、黃玉清女士、蘇麗珍女士和吳錦芳先生。好，現在先請尹鳳常女士。尹女士，這個尹女士是在現場。好，現在輪到鍾富圖女士。鍾富圖女士，那我現在請黃玉清女士。黃玉清女士在前面第五行中間，請工作人員是個麥在左邊那裡遞過來。局長，我想問一下，基本法呢就冇嗰個條文規定咧，個議席嗰度咧出缺嘅時候咧，就一定由補選產生。咁政府嘅替補機制咧嘅方案咧，係防止出現呢個補選變成變相公投嘅。咁政府嘅安排嗰個法律依據咧係點樣嘅咧？同埋咧，佢能唔能夠經得起嗰個法律嘅挑戰咧？廢話。